他给做出来。算了呀，都要别人塔下了，追个肉不太合适。哇，我顶你一下，他打我三下，帅哥不合适。我真的是吐了。最后一下普攻是怎么能量满了没顶出去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刚才最后一下是能量满的呀，我按了顶啊，结果怎么断了呀？他藏了一手二技能吗？哇，杀这个人真是麻烦。我刚才是顶了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刹车刹住了。好多钱啊，这个人4200的经济了。等我打马可也不好打呀，马可就感觉二技能交完后站着点我，我就要死。哎呦，真是腿跑断了，老哥。在上路，这出装有点怪啊。你出的跟想做的不一样。
他怎么这么早做三级盾呢？这个人什么意思啊？可以直接起手三级辅助装，有霸者了，可以不用回了。哎，别被勾了！我真的是吐了，这个人。又被勾了，又哇！哎。急了呀，不应该丢掉技能的。反伤甲，现在都是反伤甲加上那个，加那个什么鬼？反伤甲准备加那个，暴力铠甲呀。然后不死鸟之眼加守护者铠甲，我的天哪，都这么来玩的。我感觉我离我的破军还有8万里啊。游戏声音大一点。你有没有感觉我的关羽已经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关羽了？你从我这种小摆头、小拉走位，除了我这个丢大招后面的这个细节他不到位，但总体来说，我这个关羽已经这个初入国服关羽的那种感觉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溜了溜了溜了，兄弟们！好，我把他害死了。哇，可以顶不住，他会把他害死了，我不知道呀，我是顶了一手把他大给断掉了吗？应该是这样吧，估计是这个可能，我打不过橘子。
他这怎么死的呀？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？谁把他蓝给拿了？漂亮漂亮，等我过来，别说了，好枪，都给我大胆往前冲。哎，勾了个谁过去啊？下路兵，下路兵，把魔女给他做出来，兄弟们！得有人吃那个嬴政大呀！我来了。这白起可以死一下了呀，你死不死的你，为什么要逼我螺旋顶他？你什么意思呢？你觉得自己可以？这一手左右左顶墙上，还到不到？怎么打到一半人不见了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正向顶，我一技能，我顶，我真的吐了，这么难的吗？咱准备省个大招，最后还是没省下来。没大，下路下路下路。把塔点了，秒，别秒了。都在别人家门口玩起来了呀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等大等大，嘿，嘿，爱了吗？我来了，兄弟们！你跑！人呢？他会忍不住守中路兵线吗？嬴政呢？我包到了呀！你跑！我就知道你要跳，你跳，你绕，绕得到，回上顶。小拉走位，再回一技能，往前走，勾我急走，回头顶一手二技能，是吧？截控往这塔下走，然后呢，回向顶一手一技能，再拉走位，然后呢，绕绕绕吃口药，反手过去一刀歪了，明刀，好家伙，
可以一波吧。吹，好复活甲，全歪，漂亮。点击力，好吧。你点击力，你点击力，是你。哇！哇！熟悉的位置，拜了个拜。他就这样尬点把我点死了呀，我是真难受。哎呦，嘿嘿，把他拉过去了。不好打马可啊，马可防御装一座。最后一个防御塔了呀，等下开疾走疯狂突进。来了来了，完了没了。把线压过去，别搞呀！还打，还打，我跳！应该还没打，不着急。我们第一目标是嬴政，选用大招一技能，他交闪，我交二，就这样，懂我意思吧？绕一绕，绕一绕，环绕峡谷一周。这一波绕到后面了，咱们再绕，小乔位置不是很好。嘿嘿，刮痧，把下路一带急走一开，我这边走，我来了，嬴政，你跑个鬼跑！起来就是一刀。少拉走，为我买名刀。他开了个大招，我顶一手，一手一技能，然后呢，是不是灵性过去一刀少拉走位，然后呢，一手一技能啊，回向顶，漂亮，顶这个防御塔，一手一技能，少拉走位，再一刀。吃口药，没兵线。
我的关羽感觉已经很强了，兄弟们。你有事儿吗？这不接受我的雷电惩罚，电死你！我拉走喂，电他，电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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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我冲！怎么开启我的小鸡爪？我踩一脚开了个大招，过去给一刀拉走位。他怎么开大招？我再顶一手，这一技能再一刀，从我这边走。他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哟！用一手一技能，你在闹？反手过去，怎么踩一脚开了个一技能？绕一绕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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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明刀吃口药，就要打这个防御塔呀！这不是 MVP。 明显看到我这个关羽带球过人，把那个马可波罗斯来回顶，好吗？这人真的被切得嗷嗷叫。下一把，这不让我大王者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